把他们的石斛酒喝得干干净净，四家后行定神眼，他睡他的觉。那官们几个家将互相抱怨，互相埋怨，我呢也就不啰嗦了。和尚看上去睡觉了，惯例他已经离开空房间，到了秦丞相的上房玩规矩。秦丞相抓鬼一直抓到三更天，这个秦天二公子听说上房闹鬼，赶到上房去抓鬼，走到后巷杠门这个地方，一跟头朝下一折，哪怪这么巧的，也是侯尚玩的花子，一跟头要把他跌回头。等他回头已经前走后空，侯尚那边已经把王兴啊夫妇两个解放下来，从后门已经送出去，关着他个夫妇两个，把家产变卖变卖，到其他地方另造营生。王兴啊夫妇两个是感恩戴德，回转家中。侯尚人言到空房里，秦天二公子这跟头跌过以后，到了书房，看见王兴夫妇两个不得了，当然来气，人这个一身激动起来，一身兴奋起来，他这个身上的疼痛暂时就忘记了。哈，该要死啊！王兴夫妇俩点不消啊，还有个什么人啊，点炉子之大呀，把王兴夫妇两个放了跑掉了，跟我二公子为仇扎堆呀、啊！来人，公子去把王兴夫妇两个替我抓回头。哦，就是了。众豪鲁阿婆正准备遵守，突然秦天二公子一声喊：“等一下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！二公子，什么玩意？你把好，把好，把好！坏蛋的，坏蛋的！可是跌到哪过了？还是腰疼？还是腿疼？还是头疼？我们来点你揉揉。”一块都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！你怎么还不好？不好，坏蛋呢？什么地方不好？好，好痒啊！这个，我有这个烂，有这个烂了。嘿，二公子，这个气候蛮好的，我们怎么不冷呢？哎，个狗头啊！我烂，你们不冷。啊，我人人两个没得命，端这个兜了，你们赶快想办法。秦玉啊，这个加班呢？啊，这个不好办吗？赶快啊，带公子爷加衣裳。哦，就是了。喂，公子爷，赶快穿衣裳啊！好的，来，把家灯呢都掏起来。啊。干家如何？还是人这个加班呢？来，带他把棉袍子穿起来。来，皮灯子给我掏起来。皮袍子都拿来架起来。把他们呢还是扔个睡床上用布袋的盖起来。扔啊假布啊假布扔啊，一床不够，来三床四床五床扔啊，这个
房间的那个空气先来来来来，赶快把这个木炭盆拿过来，木炭盆拿过来，把火烧起来，把个气温朝上加加。哎，麦当兵人人啊，胡霸王，你们几个人用八角形的给我卸，把火卸完了，就是了。个木天盆火烧的旺旺的，旁边写你来一个人的头上大汗直淌，二公子还是喊人们他他他他他把他命了，人呢人死了，没我人的战斗啊，来用尽血，公子呀，你赶家去好些啊，再看好像好些了，不大人了，好的多了，差不多了啊。哎呦，公子呀，我们对你翻了身了，真正放心不下。你往看木炭炉都对你升起来了。回来打你。咦，公子有什么玩意儿？他不认了，好像都有这个乱了嘛，乱了。来木炭炉的吃的哦，就是了。公子怎么样？乱还是乱？别来了，那陷他乱还是乱把他命了，浑身汗着洒，来皮袍的拿了把他乱呢，皮灯的拿脱的乱呢，棉灯的拿了穿的乱呢，家跑的在那出他乱呢，外线拿了拉他乱呢，小瓜子在那扒他乱呢，还乱啊！来，把竹床的带出来，把它睡上去。哎呦喂，乱呢，我乱的不得过，我乱呢。来，张先，就是了。我是个张姓的小伙，心里有话。扔了，我们也把他过上。张姓乱了，我们还是把他过上，还是要张姓把他们老婆头都香昏了。乱呢，哎呦喂，乱呢，哎，乱呢，乱，公子呀。这个干家怎么样？好，好的多了，好的多了，好的多了。八号，有什么玩意儿？会打你？究竟什么玩意儿？他不如好像装有这个人了嘛？不成了。这个一下子乱，一下子冷了，冷了，心不能闲了。你，赶快穿衣裳，冷的加衣裳，冷的睡床上，冷的盖被，冷的上木炭盆，冷的卸啊！公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的多了。咦，八号。好像他都有乱了嘛，快木天门切的乱呢，丢拉的线的乱呢，衣裳脱的乱呢，混床乱呢，脏线去刮去刮去刮，哎呦喂，脏线去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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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命了，一下子乱，一下子冷，冷啊乱啊，翻翻覆覆。就跟大杯子差不多。
这种白治病从来没看过。这个一夜之间啊，来了有几十趟，把戏收下来，一个个的忙死了，头都忙大了。二公子就是个弄而忍，忍而弱，不等了，这种活罪也就受够了。就这个反反复复的，一直顶到天亮。二公子总算身体还原了，不弱也不忍了。公子怎么样？哎，嘿嘿，这可好了，他不忍又不弱了。哎，真奇怪呢啊！我这个身体一向蛮好的，哪有这种道德症候啊？一下在弱，一下在忍。嗯，啊，公子，什么事？我倒想起事情起来了。什么事啊？个王兴啊，夫妇两个啊，被哪一个放了走的？啊，害到二公子不得开心啊！你们过来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赶快到王兴啊，给王孩子，把王兴啊夫妇两个给我抓着来。哦，就是了。众豪奴阿婆正要遵神，面回头过来，公子，不是，究竟是人还是龙啊？你看，嗯，又问人，又问龙，好像怎么样？好像这个头样怪怪，哎呦喂，奇样，哎呦喂，就这个头皮里的头发口头，它痒的不得命，来，赶快给我抓痒。哦，就是了。秦玉连忙过去，先把那个公子颈啊，一吞，旁边一背，把那头上的发髻朝下一打，就用十指头来扒起二公子，来带他抓痒。公子呀，抓了可舒服个，哎呦，不得命了，痒到命眼里了，痒了！你没有抓呀？我抓的，不得命了。公子呀，我十个指头都抓萎了，都不得劲抓了。你个狗头，不得用抓痒的力气都不得个啊！你还能混饭吃的吗？我这个痒的两个都抓上，抓！狗头，公子又骂我回来，你没有长指甲哈家啊？怎么一点个都不像样的？我这明眼都错为样啊！你都用劲抓上。公子呀，我指甲面长面尖的，抓了还不吓唬，哎呦喂，不吓唬，不吓呀！我这个恨不得混顶耙在我头上揍，他才舒服呢。你们这些狗头啊，活死人啊！一起过来，叫我抓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来，过来，公子，我们来抓。乖乖上来三个。一个个七手八脚，就在二公子头上一阵稳抓，那叫抓人抓的，王祖不对头了。这股头就被他们七手八脚一阵子抓，大概这三个人的手上有手刀还加速个，把个二公子的头抓得不成人形。像什么东西？怕人，头大如斗，犹如悬缸，瓮缸仿佛。不得命，整个头完了肿起来，眼睛肿黑了缝，直接看不见了，鼻子都肿平了，嘴都肿了裂下来拉来了，住这个地方。住不住？呵，人要朝下倒，大亏旁边几大狗子
夹住，把他撑住，就把他扶住在椅柱之上，睡不下了，这个头太大了，搬不能搬了，就把他坐在这个椅子上，几个人撑住，这种活最难受的，这头这么大，把他重的不得了，几个人摁撑住，二公子已经口不能言，不是中了这个嘴都中了，把人拉来了，说话说不起来了，只有这个逼真的发出这种狠声，狠得人命眼的两股痛苦不堪，狠声不止，秦玉在旁边一望，我的命嘞，我出事没看过这种病这种痘啊，出了大事情赶快禀报秦丞相啊。一脚头就赶奔上房，所以呢他失了仪了，不顾相府的规矩，娘子恨直奔内宅，顶到书房门口禀报秦丞相，如此如此，老相爷啊，二公子有了病了。什么病？头怎样？头洛阳阳头大了啊，头大了，哎，有多大？多大呀？这么大，秦玉啊也就虚了，手腿一滑比划拉着，这么大，两手朝下一放，秦丞相一望，大了眼睛，有多大？不听嘛，就这么大，房大呀，岂有此理呀！来，老相爷，赶快随我到后花园。看望公子啊，就是洛阳的秦大大大大大秦玉在前带路，秦丞相跟随在后，一脚头赶奔后花园书房，人没有进书房，就走到这个书房门口，就听见这种狠声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秦丞相听听都不忍心听，要晓得儿子是父亲的心头一块肉，哪一家的商人不爱自家的孩儿呢？听听这种声音，儿子是痛苦不堪。刚才秦玉叔叔头大了，有这么大，可想这个震后非常之厉害。那我进去看看，跨步进入书房，再点眼一望，哇呀！秦丞相急得大叫，不得病。这是得的什么症候？头又重又大，睡都睡不下来了，坐在椅子上，旁边七百大个的打住点打住撑着，把他夹得住的地方。哎呀，儿啊！秦丞相心里凉过，这个泪水啊，就在眼眶里都钻了。儿啊！青天二公子怎么样？听得着，听得懂，
就是嘴都说不出来，并想说他说不出来，只有恨。哎呦哎，哎呦，我不，来人，相爷，赶快出相府，请先生到相府后花园替公子看羊。哦，就是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手下人一夹头出相府，请先生，请大夫。相府都请大夫，要么不请，要请都是当时当道的名士大夫，最走红的大夫。林年府最走红的大夫哪一个？此人姓李，叫李怀春，今年多大呢？36岁。少年杰出，年龄虽不大，已到高门。当地人啊，都称那个赛石猴活神仙。他自从玄猴以来，挂牌行医以来，从来没有把人看走过手。他到哪一家去看羊，只要把病人的目一掉，掉过了以后，稍微一整张第一遍开放，留下躺头压房，你就放心，这个人这个病笃定有的好，就怕他跑了去摸一点嘴尖，爬起来头一摇，不提笔，不开房，不开口，家伙一干掉脸就走，你家人呢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早备后事，绝症没药救了。所以呢，人又赐他，也就送他一个美好，叫个赛石猴活神仙，又叫个陛下活人，子上活人，就是他只要提笔开房，这个人对得起。李怀春，他是唐万方的相声，他行医来啊，这个名声啊是越来越大。相府的要请，不请这种大夫吗？不请这种先生吗？李怀春怎么样？李怀春被相府请，旁的地方他也带带夹着，哎，唯独相府请他还不敢点个，跟着相府的家将一夹头就赶奔相府。等到相府洞庭看住，有坐有茶，手下家将到后花园禀报秦丞相。秦丞相听说李怀春先生到了，也不敢怠慢。哎，你别看那朱丞相哎，他脸薄不害兵哎，对这些先生名士大夫，他也要巴结，也要巴面子，故意呀，哎呀，让住个三分。所以笑嘻嘻到洞庭迎接李怀春，脸上虽笑啊，心里的滚了两股子，是而在这个病的身上不知什么症，现场还不晓得看得好看不好。盯到洞庭见到李怀春，李怀春晓得秦丞相家中公子有病，心里的是个急的，也不想跟他多谈多说，同情病人家属的心理，也就不必扶稳，随即起身赶奔后花园的二公子看样。秦丞相陪同登到后花园书房以后，秦丞相一声招呼：“李先生啊，
老乡哎，你来看了啊，乡爷，只管放心，下山来看羊。嘴头说着，也就把个脸调过来，顺着秦三娘指的方向望了。那叫不望便罢，一望，李回春也就打了个寒噤。哎呀，头中的刚的，我行医到至今从来没看过这种症候，头中如豆。啊，那像你让下山来好吗？嘴头说住啊，人就朝过去。哎呦喂啊，大概疼痛啊，李先生真人不疼痛，如不疼痛他也不会恨山不知啊。那像你一切偶然来顺着我等过来，把木针放上去，我先来带他好吗？把我针备好，木针备好，把二公子的绑条子拴在木针上。李怀春三只头这一起就在二公子木门寸管出这个地方就来好吗？木好着，眼睛闭着，头摇着，这一刻个书房的僻静无声，一个个就管够住李怀春。秦沉香也就望着，那叫望着望着，只望见李怀春嘴尖了脸尖。秦沉香一望，哎呀，心里害怕，脸不从耳子，得的是血针。